在过去，有的一般人呢，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。哎，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，有这么个说辞，是不是？就叫生意人。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，我认为不太对。本来不对，怎么叫生意呢？嗯，得说是手艺。手艺怎么讲啊？你瞧，人家观众一看呢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刘宝瑞啊，说相声呢，说得很滑稽，有意思。哎呀，真好，说的哏着呢，都认识你呀、啊！哦，这么个熟了，哎，人熟是一宝嘛。对对，熟了什么什么，他就容易了。哎，熟艺，真正生意，你们不占呢？是啊。您看这个买卖啊，他有让人的买卖，有不让人的买卖。让人不让人？对了，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？你比如说饭馆啊，饭馆。故衣铺啊，过去那卖故衣的，卖成衣的这地方啊，旧衣服啊，他那个让人，让人。您要是到天桥，走到饭馆门口，您看他就往屋里让，几位里边请，里边有雅座，喝酒有爆肚大烧饼往里请，往屋里让。对，能让人，让人。故衣铺也一样啊，故衣，你只要往那一站，他就敢往屋里让你。嗯嗯，买什么？买衣服吗？里边请，里边瞧，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，对，屋里让让。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，什么买卖不让人呢？棺材铺不让人。棺材铺啊，哎，对，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。是啊，你看这买卖它有这么些样的分别。哎，还有这个买卖啊，有架子大的耍派头。哦，有这样的买卖。那我倒没听说过。你瞧，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，他怎么会耍派头啊？有这么几种买卖啊，耍派头。是什么买卖啊？你比如说吧，钱粮档这三行。钱粮档，哎，架子非常的大。哦，这个钱呢，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。钱庄，粮食，粮食店呢？粮食店啊。档呢？档就是当铺啊。当铺，哎，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。哦，在我小时候，那时候我常当当。是啊，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。嗯，你看那个站柜台的，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呢，都上年纪人多。对，都是50多岁。嗯，穿着灰式布大棉袄，哦，青布马褂，呵，缎子帽头啊，里边的那个，嗯，拿着一大烟袋，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，撇着辣嘴，派头啊。派头大极了。是啊，这好像有个支线呢，他都不换。嚯，给个支线他都不换？不是，是人家支线不换。那废话，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哎，你多着急，他也不着急。不着急，他老是气人。气人？要怎么这行买卖过去？吃穷人，喝穷人，恨穷人呢，外带着气穷人。哎，外带着还让你生气。对，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。是啊，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20，你到那儿当20，他不给你写20。那是，就给你写呀、啊、8块。八块或者给你写6块。哎，他得把这个18个月的利钱是不是算在里头。哎，说话还都有韵调。有韵？嗯，什么韵？说话爱拉长声。是吗？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当当去了。嗯，拿着一件皮袄。皮袄，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，2毛警察的款子。哦，到那儿当当去。你看这个当铺这柜台啊，它特别高。那怎么回事？哎，他是怕打架。怕打架？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都不知道。还有这么好？是那样。哎，好吧。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，嗯，到那儿当皮袄去了。先生，您说来，您给我瞧瞧这个。瞧瞧，你给人瞧货呀。不去，拿着烟袋这抽烟，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。我这抽着烟，你凭什么来当当？就是这意思嘛。这叫什么买卖？抽完这锅子烟，磕的磕的放在那儿，皮袄拿起来瞧东西。嗯，瞧的是非常之仔细。哦，瞧瞧这皮袄，瞧瞧那人，瞧瞧人，瞧瞧那人，瞧瞧这皮袄，
这皮老要是来路不明啊，能让他给瞧犯了案。是啊，唱多少？这个味儿啊，还有韵调吗？干嘛说话拉长声啊？这拉长声啊，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。哦，规矩。他为说话一有长音，他不就慢了吗？慢了。他说话说得慢呢，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，啊啊，那儿坐着一个人，那是个先生，拿着墨笔在那儿写当票。哦，对，写当票。当多少？就这味儿。哎，那就说您给我写30块钱吧。30，没敢多说。嗯。30块干脆。多少？不要。不要。不要你干脆干嘛呀？说是呢，不要你干嘛干脆嘛。多少钱呢？20。20。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？我用钱使。用钱。多了不要。把皮袄往这一放，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。这位想，呵，你可真不着急啊。不着急。你说这玩意儿得了，我也甭给你麻烦了，少当少数，少花力气。对呀，我写了。写了。人家写了。嗯，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，喊呢。对呀，他这喊呢，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，他总离不开包饼，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，说你这东西不好。哎，对了，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？嗯，他头一句话一喊，这就不对头。怎么不对头？写写，干嘛提写呢？嗯，他这一提写，那写票先生好预备写。哎，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？哎，那把年月日号码啊，就全记下来了。是啊，老杨皮袄一件。老杨。那位一听不对呀、啊，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，怎么老杨啊？是啊，陈弟一想啊，得了。也甭跟他麻烦，老杨就老杨，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。哎，这也是往下一包便不像话。怎么？老杨票一件，光板无毛，重尺鼠咬，20块。来个重尺鼠咬，光板无毛，光板没毛，那是皮袄吗？这真是，那不是成棉袄了吗？那哎，他就要那么说，就要那么说。哎，多在你熟的时候，可还那东西。是啊，真要被虫打了咬了，他不负责，他好不换。对了，也不赔了啊。那位啊，写了20块。嗯，那位还没走呢，我进去了。哦，我当当去了。你也当当去了啊？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，那蓝布大褂还那时候我上台穿的呢。是啊，辗转80新呢，到那儿当去了。我说您说来，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？瞧这个，他拿起这个来了。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，刚瞧完这皮袄，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。对，不值钱了吗？当多少？当多少？我说您给我写1块钱怎么样？1块。没敢多说呀。是啊，1块不值。多少？4毛。4毛？才4毛啊。吃顿饭呢，也就是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。你跟他磨蹭，他也不理你了。哎，我说您给我多写1毛，哪怕弄5毛呢？5毛呢？多了不要。多少？好，他就急了。哎，4毛，咱就4毛，4毛吧。他也得包贬呢。是啊，也得找毛病。给我这大褂挑眼呢。哎，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。怎么不像话？旧布，我那新大褂，他让我旧布。旧布。旧布还挂一件，还挂？我这么大个子，我孩子呀，我这。哦，他嫌你身上矮。对了，还挂？还挂就还挂吧。对，往下还包呗。嗯，旧布还挂一件，缺襟短袖，少纽无扣，没底襟，没下摆，没领子，没袖头。我说您拿回来吧。怎么？我是熟墩布，我是熟屁股帘儿啊！好家伙！这大褂没了，说出来，全给包面没了。